关于海外信托银行呢间银行咧，即系话海外信托呢几个字咧，呢三四十年咧系成为咗一个负面嘅称谓 ，OK？ 因为佢系一个倒闭嘅银行，而倒闭过程咧就好多故事出嚟噶啦。咁啊，問題喎，點解倒閉啊？各方面嘅嘢，其實銀行本身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如果我好天真咁樣諗，如果呢間銀行至到而家仲喺度營運咧，呢間銀行仍然係一個好強大嘅一個銀行嘅存在喺香港嘅，因為以前都有成三十四十間分行，加埋外國嗰六七間咧，都四十幾間嘅。咁啊，負面嘅稱謂，我頭先我所講咧，就其實係有原因。第一就主要就係管理層嘅問題，銀行本身係好嘅，個管理層嘅問題。而先輩創辦呢間銀行嗰時咧，到倒閉嗰段時間，佢就已經去世嘅啦，即係倒閉前幾年咧，佢先至去世嘅。咁啊，所以佢係有一個偉大嘅一個事蹟喺銀行嘅歷史入面，而佢所做嘅業績係無可厚非，係接受程度好高嘅。咁啊，而市面上對於佢嘅個人嘅品格咧，係推崇備至，甚至有一個稱號喺香港叫佢做銀行醫生，即係話邊間銀行唔掂嘅，就揾佢去醫佢，醫唔掂就嗰間銀行，我諗都唔使點諗嘅啦，都要倒閉嘅啦，或者要俾人接手。老實講，一間銀行倒閉，好多人都唔想見。香港政府係最唔中意見到銀行有乜嘢問題。早期銀行實際上太過鬆懈，呢個鬆懈原因，在港英時代鬆懈原因呢，就因為個法例問題，銀行法例咁啊，當年咧就唔夠周全。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好高興再次請到阿曹家道先生啦，同我哋分享一啲香港歷史嘅典故。但其實今次嘅分享咧，就唔單止係歷史咁簡單啦，就係前輩你嘅親身經歷。其实咧，我一直都想问啊，但以前又唔好敢问咧，因为即系好似有啲敏感咁样。嗱，我细个咧，我就有印象嘅，就睇过一单挤提嘅新闻。嗰时即系叫几岁，但系就讲翻起咧，我依稀有呢个回忆，就系同海外信托银行有关啊。咁呢个海外信托银行咧，就系即系前辈你嘅，可唔可以叫家业咧？即系你本身就系曹睿先生嘅后人啦。咁而曹睿先生咧，就系海外信托银行的 founders 之一啦，嗱，即系呢啲我哋就系知咁多，网上就有咁样嘅解释啦。咁亦都search 过啲网上嘅资料咧，好有趣嘅，即系有时会将你嘅家人啊或者你自己啊都摆住喺一啲创作故事入边噶嘛。咁所以就一直都唔系好敢问啦。咁但系即系咁，我哋倾过几次之后都忍唔住啦，因为呢个都系香港历史一个好大嘅原案，究竟系咩事先至要搞到咁样呢？咁又好難得你願意分享，咁而家就好感激你啦。首先，咁而好多朋友咧，亦都好想知道緊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樣嘅。咁但未講呢件事點解叫爆煲之前咧，咁我哋就先講翻海外信託銀行嘅歷史咧，就牽涉到華僑啦、香港啦，同埋成個區域嘅關係。咁所以就請翻前輩由嗰度開始同我哋講解一下。海外信託成立喺1956年啊，三月成立嘅事实开张之前咧，系有段故事嘅，有段历史嘅。香港信托银行设立系边几个咧？就系张明添、星马华侨；二就是、曹耀先生；三黄石斌先生，呢三位。OK， 咁呢个主要呢三个人呢，就係、是、创办呢个海外信托银行。咁之前係乜嘢性质㗎？
嗰時咧，廣告銀行喺雪廠街5號 E， 即係雪廠街同電車路，即係德輔道啊交界個位置，靚得不得了嚇！嗰個對住匯豐，對住渣打斜對面，靚到不得了。咁啊，如果睇翻以前1956年嗰陣時，嗰個街景係如何咧？海外信託銀行喺太子巷個位嚟噶嘛，那個 corner 位。太子巷上面有個招牌，寫住 Prince Building 太子巷 ，OK， 太子大廈。底下有中文寫中國農民銀行，再底下先有海外信託銀行嗰、那個嗰、那個門面啊 ，OK。咁啊，好多人覺得奇怪。我讲翻我细个嗰阵时，我大约系8岁嗰阵时咧，我随着我嘅先辈，佢带我去银行，嗰阵时系1956、57年，啱啱开张冇几耐，带我入去呢个海外信托银行。我入到去呢间 building 咧，呢座大厦咧，古色古香嘅。太子巷嗰阵时唔系而家咁，系前身咧就系一个好有英式。嘅設計嘅一個做 building 木樓嚟嘅，唔係石屎嘅木樓，行入去平平白白有聲嘅，我仲記得。啊，我入到前面咧，入到正門，有個山東人開門，呢、這個就係所謂個警衛。我仲記得佢叫咩？佢阿北啊，姓北嘅嚇。咁啊入到嚟，咁啊於是先輩就帶我入去見佢。我所謂我啲叔伯 ，OK， 第一個見就見黃克立先生。黃克立海人呢50幾年後，黃克立成為中國一個著名嘅一個政治，或者係 對中國有貢獻嘅一個投資者，同埋係政協委員嚟嘅。咁啊，佢系一个咩身份呢？嗰时喺海外银行，嗰时佢喺集友过嚟嘅，集友银行过嚟嘅，因为佢系福建人 ，OK？ 咁啊，好啦，咁胡克立先生，佢嘅仔就系后来最出名喺立法局议员咧，叫黄宜宏咧。佢最出名嘅新闻咧，就系剪报。嗰陣時啊，松毛啊，搞拉布啊，黃毓民嗰啲咧，咁啊佢就去定一，因為拉布拉到好多人噶啦，拉到通宵嘅，搞到啊曾玉成咧唔耐煩，結果咧黃宜宏咧就提出根據議會記啊嗰、那個所謂條例，就話邊條咧就可以停止討論。冇得拉布，曾玉成就接受，即刻成立，搞到咧成个诺言啊，成个立法会啊，点解黄宜宏又出嚟可以解决？原来佢咧有原因啊！有人话：，唉、哎，你梗系中联办叫你做呢样嘢啦。咁呢个系另外一个言。嗰啲记者问佢：，你系咪咁啊？是不是中聯辦俾咗一個紙仔你啊？你將個紙仔又俾咗曾玉成啊？咁啊，黃宜宏話：唔係，我唔會講大話嘅，係我自己意思嚟嘅。呢、這個剪報行動，咁呢個成為佳話。至到幾年後，我就去拜會阿黃宜宏。嗰時我都大過啦嚇。咁啊，黃生咧就話：啊，唉，講下家事啊，講下 OTB 海外信託以前啊點啊點啊，即係。家常啊，讲家常嘅嘢，咁啊，赖过讲拉布嘅嘢，呢个闲话嚟嘅啫吓。好啦，呢、這个阿黄克立先生，黄克立以前咧，佢就喺中国，佢系泉州人 ，OK， 泉州系讲闽南话嘅，对面就系台湾，所以佢识讲闽南话。咁啊，佢啊受到陳嘉庚先生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咧嘅愛戴，咁啊陳嘉庚咧就俾佢學習
金融，结果呢做了财政厅的副厅长。OK， 后来台湾在1950年他过了去呢做了台中市长。哇啦 ,OK， 今天好不好彩，那时五十年代初发生一件所谓一个事件二八事件，他就在台中就做了一些令到台湾人很反感的事。于是陈嘉庚就说你好下做下银行，你跟曹先生去做银行。咁陈嘉庚当时呢就开了一间银行在香港。1950年之前两年呢已经开了一间银行，在1947嗰度银行在香港叫集友银行。点解叫集友呢？因为陈嘉庚是集美校友会的主席，集美大学是他创办的，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华侨在星马一带。咁所以呢就见到王克立是一个咁有人才的，过去学下银行呢，跟曹先生学下银行。咁曹先生于是做了集友银行的总经理，王克立就跟他学习，就咁开始㗎啦。好啦，咁点解同海外有咩分有咩关系呀？梗係有关系啦。因为海外嗰时海外都未开 ,1950 年代都未开，集友已经成立咗喺度。咁开嚟做乜嘢呢？这个集友银行原来搞侨汇。侨汇系咩意思呢？即係话中国因为内乱呢，嗰时内乱好多资金流出嚟，政局有变化。当时啲钞票唔值钱，因为严重嘅通货膨胀。OK， 发钞唔够啊，再发钞，搞到银纸唔值钱。所以广东话有句，俾钱系叫磅水。用银纸嚟一沓沓银纸磅嘅，计磅嘅，唔系计乜嘢嘅，用磅做单位，磅水就咁样嚟嘅。因为呢、所谓通货膨胀影响，咁啊结果搞到通货膨胀影响，咁啊究竟中国嘅纸币系用乜嘢做基本呢？以前好地嗰时，1940几嗰时咧，都还好嘅。啊，嗰时有啲发钞银行四间，中中交农四间，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四间。咁啊，曹耀先生咧就系农民银行分行喺厦门。做分行行长、经理，又做过永安，即系福建永安、福州。其实佢做行长咧，最早期咧就1930年嗰阵时咧就已经做噶，喺汉口嘅，因为汉口系中国农民银行开始有喺度嘅，喺度噶啦，咁咪。於是咧就成為一個發鈔銀行。嗰陣時咧，中國農民銀行有四間，四個寫字樓，四個發鈔嘅，就係邊四個呢？就係、湖北咧，即係漢口嗰度咧；另外一個就喺河南咧；另外一個就喺安徽咧、江西咧，四個。所以發鈔銀行有個鈔票啊，有寫嘅安徽。河南定系边度写得清清楚楚，即系话你啲钱咧就喺嗰度变翻咩啊？因为银元咧，因为金元咧，即系 promise to pay， 因为呢个 legal tender 叫做法币 legal tender， 你唔能够拒绝嘅，法律上定咗嘅，你可以流通嘅，亦都要叫银行啊，俾翻啲黄金嚟啊！嗰、那个差唔多，你讲兑换券都系可以咁讲 ，OK？ 咁啊，就因为战争，中国银行
中國內地咧嗰、那個所謂資金短缺，冇出口，全部要靠咩啊？靠橋資，靠嗰啲愛國華僑外邊換錢入嚟資助。另一個主要一個表表者就係邊個？代表性咧就係頭先我講嘅陳嘉庚。佢愛國華僑，佢捐好多錢，佢輔助起築橋、開鐵路，等嗰啲運輸嘅補給可以送俾中國嘅軍隊。所以咧，就嗰個由雲南去緬甸嗰條公路係佢俾錢去起嘅。所以呢個係愛國華僑。鄧小平先生對佢係一個好尊敬嘅一位中國華僑啊。咁啊咁啊，佢頭先我所講，佢集美大學而家都有佢嘅像喺度紀念佢嘅。咁啊，集友銀行香港係佢係創辦人。OK， 咁啊，曹耀先生當時就喺入邊啊做總經理。咁啊，當時因為橋會嘅問題，打完仗之後內戰，中國未停止過任何動亂，未停止過動亂。OK， 內戰發生，咁啊點咧？就資入邊嗰啲錢就資，哦，